今朝嘅 AT 个股推介咧，系建议大家留意东风汽车嘅489嘅。好咁啊，嗱，拣选嘅原因系啦，东风汽车咧就业务涵盖商用车啦、乘用车啦、军车、新能源汽车、零部件等等嘅，商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。从公司背景同埋估值角度啦，东风汽车集团咧就具备中特股嘅投资价值，对股价咧系有支持噶。第一啦，母公司系中央直管特大型汽车企业东风汽车公司。东风汽车集团的预测 PE 3.4 倍，预测 PB 只得 0.18 倍，预测息率有 7.2 厘，相较于同业吉利、长汽、比亚迪更加吸引。中央推动国企改革，提升企业价值，有利相关的 股份的估值。策略上，东风昨天就是上升 0.5% 去到 3.8%。綜合考慮公司的營運前景、中特股投資潮流和估值，可以趁低過3.6附近就是小注收集，目標先看4元的，跌穿3.4就適宜止蝕。